什么？欢迎嫁给我。大声点，看镜头。李大，你愿意嫁给我？那我愿意嫁给我吗？这个比例很珍贵啊。你就来威胁蚊子了。哇，你这样过分哦。你威胁我？文静，不错呀，我来，你去，你讲话在外面给我面子的哦。是哦。他跟你讲了。